Hello, this is Last Week by Hannah. Okay, change back to Cantonese. This 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花姐去揾食嘅时间啦。系啊，我上一集咧唔记得咗同大家讲嘅今集嘅预告。咁我今集咧就系会煮上次有一位观众留言煮嘅罗宋汤。咦，咁睇下先，今次呢個羅宋湯呢，都係會好似平時咁樣做法，都係全素嘅，冇蛋奶，冇葱蒜，亦都冇肉。大家想知我點煲？而家開片啦！份量嘅話呢，其實我覺得就冇乜所謂嘅，就係隨個人喜好啦。你鍾意食邊樣菜多啲，你放多啲。高麗菜我用咗四分一個，你可以用椰菜都得。番茄呢唔一定要一大袋嘅，你可以兩三個，因為通常都係落茄膏。不過咁啱我買到一大袋番茄呢，咁我就應該會落少啲茄膏。咁我哋開始準備啦。Thank you.
ただきます。好啦，搞完一轮之后呢，我们的罗宋汤可以试饮啦。我是没有落盐的，只是落了黑椒，因为我想试一下未落盐之前呢个味道够不够。OK 啦，掂晒啦，已经好好味喎。都系好丰富嘅呢个味，不过系好开胃，因为酸酸地好番茄味咁啊。啲菜都唔怕太滚得太烂，嗰、那个高丽菜 OK。呢个西芹。香芹都淋曬 ，OK。我要試呢個紅菜頭，OK， 都已經啱啱好夠曬淋啦。即係有陣時你如果煮得佢唔夠，會好硬噶嘛，呢個啱啱好，聽朝冇辦法噶啦。青椒一定是会淋沙的。红萝卜。红萝卜够晒淋了。这个汤搞定了。成功！其实我都煲过这个汤几次的了。所以 Perry 大神一讲话罗宋汤的时候，我即刻是没难度。咁只係個難度今次同平時煲法唔同呢，就係我好多時呢就貪方便呢、就會用茄膏。但係呢我今次呢，因為我今晚買餸嗰陣時呢、就見到嗰個一袋番茄呢就係、減價，成袋都係$1。咁我就覺得啊，咁咪好囉，我可以唔需要用咁多茄膏，同埋嗰啲番茄呢都不是爛的、我怕大家呢看到、那些是爛的，其實不是的。我買的時候呢都只是剛剛開始熟的，咁亦都當然啦，你要去看看你不同超級市場呢，他們有不同的 standard 的。咁因為其實你要煮這些番茄湯呢，你生的番茄呢其實是不夠味的，即好像有些人呢咪整香蕉蛋糕呢，你抌生香蕉都是不夠味的，一定要那隻蕉咯，吃到啲皮咧黑曬咧，咁你整香蕉蛋糕咧，咁你先夠曬香蕉味嘅。即係番茄是同一原理咯。成個湯的highlight 啦，我可以話，即係個重點咧，最緊要就是每樣食材咧都要炒一炒，即係要分開炒先抌落個煲嗰度煲咯。最緊要呢樣嘢。咁其他嘅呢就冇乜所謂㗎喇，我覺得。咁如果大家都鍾意呢，可以試下呢個㗎，因為我呢個一來全素啦，二來我抌咗嗰個昆布落去煲呢，咁我直情將個番茄搞爛嗰陣時候，我直情連嗰個昆布呢都一齊打爛曬呢，因為其實昆布呢佢係好高呢、這個磷啦，同埋佢係有骨膠原嘅，即係膠原蛋白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湯呢係好有營養嘅，因為所有蘿蔔嗰啲呢又用油爆過啦，咁佢哋都係好高呢個 antioxidant， 突然間諗唔到中文，同埋好豐富呢個胡蘿蔔素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，我哋呢而家係需要飲多啲湯，增強我哋自己嘅抵抗力㗎嘛，係咪？咁好啦，你唔好睇我再飲啦，如果想睇下一集係咩呢，密切留意，因為我未諗到整乜嘢住。咁或者如果你哋有啲乜嘢意見可以話俾我聽都得㗎。睇返上一集呢，就去呢條 link 睇下我之前整過啲乜嘢啦，同埋想睇下我平時又做啲乜嘢啦。咁最後尾呢，我就想同大家帶出一個訊息，就係、是你都看到煮一個湯是幾多功夫，是不是？即是希望大家可以珍惜食物，同埋珍惜
人哋整俾你食嗰个啦，煮饭好辛苦噶，拜拜啦。咩嚟噶？最好最中意嗰啲啊！我好想影佢哋个样俾你哋睇。Oh my god！